大家好，欢迎收看 BIOS TV。好，那詹姆斯要来测试小米盒子它这个声控的功能到底好不好用。那它声控功能主要是声控它的 YouTube， 它可以声控能来找 YouTube 里面的内容。好，我们按这个，上面一个麦克风的标志，麦克风的标志。好，点下去，怎么讲？将会，好，这样就可以找到将会。这边是他的歌曲，这边做的还不错。他还有其他的，他是哪一首专辑？然后是几年出的？然后在下面这边 YouTube。好，那最近比较很热门，在办免费演唱会的，来找一下。五月天，好，那五月天也出来了。好，那我们来找综艺节目看看。好，这是综艺玩很大。哦，那综艺节目也可以全部跑出来。爱奇艺，它这边有分 YouTube、爱奇艺，下面这边是爱奇艺的，它这边这一行就是 YouTube 的。好，那看来辨识率还蛮高的，那你也来试试看看吧。好，今天介绍这边，谢谢收看。